五年前大家的一票让镇美兰州有什么改变，可以肯定的，在即将来临的这个州选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集中我们的这个选票支持西盟，支持团结政府阵线，我们可以肯定在深州会有更大更好的改变。在过去五年，我们面对了许多的挑战，我们镇美兰州是其中一个第一个脱离 COVID 的州属，是全国管理 COVID 最好的一个州属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这个投资额呢是节节上升，不管是在地方政府方面的管理，基本建设的提升，我们希望日后在圣美兰能够有更大的改变，就肯定需要大家更大的支持，支持西盟，支持团结政府，我们继续前进。